他们明知道台风天，为什么还要出去呢？这个是八月五号说是灾后的，有些地方的水还退了，有些的就还没有退，看起来真的是一片的狼藉，难怪说他们损失惨重。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特大暴雨导致山洪爆发，桥梁崩塌，桥梁冲毁，就在一瞬间。凶猛的山洪冲毁了国道。看到这么大的山洪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雨下得有多大。接下来是陕西网友小白提供自己家乡遭灾的画面，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看一下到底有多严重。一个晚上的结果，哇，这些水。汛情危机半夜出片，特大山洪沿着山势倾泻而下，涌进了不少村庄，小车被卷走，就连停在河边的船也不例外。所到之处冲毁房屋无数，多地马路已经被冲毁。我们两个。
马平的比他身边还严重。那些气刺都被冲走了，还有水上面还飘着一些电器，好像冰箱啊这些。一样被风一吹啊，或者被水一泡就又倒了。另外这个是说有三名的游客被困在洪水里面啊，后来他们报警了，有消防员来救他，风大雨的，那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了，要等到泄洪的最后一刻才通知，那他们怎么走得了呢？好像这些画面可以看到，那些水流流的很急，有些房屋都倒塌了。
这个是有人被困在房子里，然后那个被救出来之后，那个房子就倒塌了，房子真的好像豆腐渣一样。但可以看到好像那些风啊雨啊都不是很大的，但路上就可以竟然有这么多的水，大部分的地方都被水淹了，它所有十几个村庄都被淹了，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天灾下雨的问题。